脸部啦，哈，就是这样。再来，我就会拉拉，好好垂吧，哈。然后这个也会这样揉一揉。在五官上按摩，这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却是赵腾雄的养生秘诀。所有的内脏都在后面，我们就会这样做，就是两边这样一直打。OK。就一直打，对，从下一组打到上。健康操从头部到全身，每天运动40分钟。赵腾雄重视养生，业界出名，这都得感谢38岁那年的健康检查。胰脏炎、胰脏炎，什么都是坏掉了，肝也这么样。他说：“依我们这个常理判断了，你这种内脏机能能够活个3年，那是了不起了。”年轻时应酬，每天抽烟喝酒，全身器官几乎坏掉，让赵腾雄痛定思痛，隔天开始戒酒戒烟，饮食上也大洗牌，高纤的木素芽取代肉类跟油炸食物，搭配青菜、地瓜、布拉吉，最特别的就是这一道苦茶油面线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。那它其实对于因为它有了这个成分啊，那它基本上对于身体有一些多酚，那它会有一些抗氧化，就是抗发炎的效果。苦茶油固肠胃，兼具体内环保，赵腾雄的养生餐一吃30年。要推就是推最好的。自创的养生操也发展出40招，拍按摩椅广告时还趁机秀了几手，因为酒气事件让赵腾雄的养生术又受到关注。三立新闻林松斌，下台报道。